下跑回来，赢球了。哎，漂亮！我比弹幕说的可能还要过激一些。看一下跑回来这个脚底下滑，跑回来7-4逆转取胜。看一下，这一上来李宝清，轻松。很明显就是几乎没有人在说这个有走步啊这一块的。看一下李宝兴，有了，李宝兴还是来三分，在中投。看一下李宝兴，再转身，该有了这球。欧文，直接一个大帽啊！看唐文这边又是一个盖帽。下李宝兴的进攻，李宝兴双边向顶开有没有？大进球截图啊！没问题，看一下这边打进啊，对，应该是会有解说的时候戳中，漂亮！唐文7-0，边向这一下，但唐文很喜欢走底线啊，是上反篮。唐文打球也是属于那种不紧不慢的，可以。谭文的球权，可以。女子走了，哎，那个是个黄衣，那黄衣女生在最边边啊，对。转过来，哎，球没拿住，都没拿稳啊，对，最后晃了一下，好防。着急要停球了，太难了，哎呦，神仙球，可能是这个陈嘉伟他太高了，看一下董文琪，董文琪之间的对决，哎呦，真的是像一个拉杆啊，直接被冒了。王六亚王啊，可以，哎，很出色啊，很瘦，胳膊很长啊，对，剪刀布转过来进球，看一下，就需要这种进攻机会啊。看一下郝一润，进攻时间是20秒，这边选择被打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是全平台直播。下李光奇，再来还有。看一下李翔，来了。比如说零杠，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一个变向，轻松。姓小名汉堡。看一下郭晨杰，有了。我们看一下郝一润，哇，很凶啊，这是啊。哎，这个是个什么招？这个球员吗？新兴突围赛其实。就是在商场里面办的一个比赛，身高可以报，然后哪个年龄可以报的时候，大家的弹幕都已经开始了。是，漂亮。谁会出现这一组？李翔还是李光琴呢？看一下李翔。哎，这球不能犯规。上篮，这球打进。